6月25号，电影《爱宠大机密2》举行发布会，新晋奶爸冯绍峰站台，穿一身紫色西服，显得十分成熟优雅。由于该部电影是宠物题材，所以冯叔一出场就抱着狗狗出来，一时间也是引起了粉丝的疯狂尖叫。冯绍峰抱狗狗的姿势就像是在抱娃，心情好的他还与粉丝玩起自拍。非凡娱乐。